热乎乎的牛奶在冬夜里来上一杯，暖胃又暖心。现代人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晚上困没起到底怎么办？我平常会做一点伸展瑜伽，除了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，还会再喝热牛奶，因为听说喝热牛奶可以帮助睡眠。除了规律的作息以及运动之外，饮食也是很重要的，像是牛奶中就含有很多有助于睡眠的营养成分，钙、镁、色氨酸等等，这些营养素和帮助入睡以及调节你神经肌肉的正常放松有关。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调查，2019年全台有10分之1民众受失眠所苦，医师建议含有芝麻素可以帮助入睡，像是市售奶粉品牌，小小一杯补钙之余还能放松好入眠。近期市面上有很多的机能食品，他们把一些助眠有效的保健成分融入到一般的日常的饮品里面，像是有常常就推出了芝麻素奶粉等等，这些比较温和食补的方式呢，可以说是现代人改善睡眠的新选择。助眠产品越来越夯，市售奶粉受到90%民众好眠有感，想要采取自然健康方式，不妨来杯热牛奶，让您安心就寝，说晚安。三立新闻林文富林立在台北报道。